人就是小黄狗。爸爸，回过头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亲亲阿姨，他就是我爸爸。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哎，放心，我不是神经病。错把你当成神经病了。哎，这件事情应该怪我，是我的错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一个人要从不认识到认识有多难啊。其实我也没别的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跟小宝他妈妈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这点我知道了，小宝已经给我照片看过了，的确很像。不知道他妈妈现在在做什么。他妈妈，これ二人女子綺麗ですよ。綺麗ね。こ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これ向こうの髪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在夸你呢。嗯，就是啊。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よ。綺麗ね。これお土産です。お土産です。これセット。这是我们俩。嗨，哎，先拿了再说。哎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敬礼吗？是。嗨。あのちょっとホテル行きたいんだけど。亀田さん言う、キムさん一緒ホテル行こう。真的？哎，他说他明天就要跟你结婚了。太快了吧！快什么呀？他现在刚刚到上海，一会儿时间长了，他就找别人了。哦，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嗨嗨嗨！啊，一緒にホテル行きたいんだけど。いいかな。これ陳さん言うたら、今日夜ホテル一緒に行こう。喂。嗯。他说他今天晚上要带你去宾馆过夜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要接受上司的教训。结婚可以，上床不行。那你结什么婚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结婚以后再上床，结婚以后上什么床都行，结婚之前就是不行。啊，就是，啊刚，的。讲到讲到话来讲，答辩。不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就是结婚之前不上床，结婚以后才上床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这个不行，我是说我翻译不出来。那怎么办啊？讲多话那些呢？是吗？小宝要请我喝珍珠奶茶，那好吧，我们晚上见。嗯。海清，嗯，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。和大祥百货的合同签好了。真的？给你看一下，就这么一份合同，每年会为我们带来上百万的利润。那你是不是不用巴结那个姓丁的了？嗯，恰恰相反，这份合同里面有着非常详细的验收条款，而且付款条件非常苛刻，如果我们一不留神，到手的钱就会付之东流，所以我们更要和姓丁的搞好关系。海清啊，我替你做了一件事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。姓丁的约你明天晚上去唱卡拉 OK， 我替你答应了。当然了，这主要是为了我们的生意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同意的，对吗？那你不去吗？海清，说实话，我非常愿意陪你一块儿去，但太不凑巧，我约了银行的人谈谈贷款的事儿。
没关系，自己去，当心一点，啊。OK。是的，我正想把和大西洋百货的合同呢公证一下，明天上午我自己亲自过去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我们经常打交道了嘛，啊，就说定了啊，拜拜。海清，什么事儿啊？自强，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你不去，我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啊？算你的工作呀，算你帮我的忙。反正我不想单独和那个姓丁的在一起。海清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吗？感觉要慢慢培养嘛。自强，你别误会，我觉得那个姓丁的对我有别的意思。正是因为他对你有别的意思，我才让你去。他如果对你没别的意思，我让你去干嘛？可是我是你的女朋友啊。海清，正是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才更有责任帮我把这一年100多万挣回来。你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吧？什么叫为了钱什么都干呢？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？我？你要搞搞清楚，我这么辛辛苦苦的赚钱，还要付掉你妈妈的医疗费，一个月5000多块钱不是一笔小数目。那个姓丁的提出无理要求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总不希望到手的钱飞掉吧？钱，你为了钱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海清，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？你就是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你的妈妈想想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绝对不能去。我不去怎么行呢？那个合同怎么办呀？再说了，那个大西洋公司的丁总是不会放过我的。你说什么？大西洋老板丁总？丁大中？你认识他？对，他就是曾经抢走我妈妈又不要我妈妈的那个大坏蛋。看来我真的不能去了。不，你去。你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好好的教训他一下。你不要做什么傻事啊。你放心了，我会想到办法。爸爸，什么办法？我还没有想到。喂，丁总吗？我们林小姐很想请丁总到皇冠去唱卡拉 OK。 那么客气做什么嘛？哎，不是客气了，是我们林小姐很想见见丁总了。好，那就我请你们啦。不，丁总，这一次啊我就不去了，由我们林小姐单独陪您去。单独陪我？你会放心啊？哎，有什么不放心的了？只要丁总在生意上多关照。就是这一家皇冠 KTV。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过来啊。掩蔽，坐。谢谢。这个是我一点心意，希望您会喜欢。这，我就看你现在戴这个项链不是太好看，正好看见这个我觉得很配你啊，怎么还给你啊？可我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，是保平安的。哦，平安好啊。不过也要富贵了吗？啊，那好，富贵就留给你吧，我要平安就够了。怎么还不来啊？他说好的是这个时间吗？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。阿爸，不会吃饭出出什么事情了吧？你别紧张，不会的。他说好是在这儿，下次去买，挑一个你喜欢了啊。
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去哪里啊？去唱卡拉 OK 啊。哎呀，卡拉 OK 下次可以唱了吗？今天我已经在上面订了房间，去休息休息吧。可是我已经跟人家说了。还有别人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我跟人家说好订一房间。订个包房是可以退掉的吗？啊？我喜欢唱卡拉 OK 的。哦，林小姐喜欢唱，我一定奉陪的。嗯。不过，唱完再回来，啊。再进去，到时候就今天晚上的你真的是好亮啊，好漂亮啊。静姐，你要唱什么歌吗？我来给你点。我就唱几个亲亲我宝贝啊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，走了。阿香，阿香，我们走了。走了。哎，万一出什么事，你可要……你不要紧张嘛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准备，对不对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为了朋友，豁出去了。哎，谢了阿明。哎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说是我们是道德的警察，专门抓不道德的行为。我不会说成我们是不道德的警察，专门抓道德的行为。嗯，好，你自己不要说错了。我怎么会说错？我会说错吗？好臭啊！糟了，你是不是放屁呀？我没有放。是你放吧，屁者先知，什么屁者先知啊？我帮你一起点了啊！哎，丁先生，你别这样。什么情况？没有情况。走走。这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干什么？报告领导，嗯，我来跟他解释一下。好吧，我们是不道德行为的警察。好，啊，这意思就是专门抓你这样不道德行为的警察。嗯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说，什么关系？是朋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来的。她是你女朋友？对啊，她是你女朋友。啊，是我女朋友啊。你不要说，我问她，她说你是她的女朋友，是真的吗？不是的。这，那她刚才在……我刚才在这个……谁要你说？告诉我，你们刚刚在干什么？不好说。她是不是在搞流氓活动？你搞流氓活动啊你啊？还没成功吧？那你这是属于搞流氓活动未遂。哎，为谁啊？通通为我自己啊。为你自己？为你自己啊？哎，
你知不知道你在公共场所搞流氓活动，我可以告你一个嫖娼罪，我也可以告你一个流氓罪，你知不知道我怎么处理？你要付出代价。啊，警察大哥，嗯，来，这，通通给你 ，OK 吗 ？OK 吗？我们不收罚款，我们是警察，我要带你回局里。拿着，千万不要带我去啊！不带你去，这个。哎呀，你通通收下啊！啊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啊！不行，带你回局里走。哎，求求你们了，千万不要带我去，只要不带我到局里去，我什么都 OK 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那当然了，我们是警察嘛。那警察都是长得差不多的嘛。啊，嗯，而且呢，我们也知道你叫丁大宗，了解的一清二楚。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，那我们就是自己人啊。啊，谁跟你自己人？领导，啊，我要不要跟他说明一下？跟他说，我们其实已经跟踪你很久很久了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搞流氓活动了。对啊，你是惯犯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一定改正了。哎，那个胡子，我们领导他生气了。所以胡子就翘起来，生气了。哦，生气，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。哼，我们领导现在不气了，我们领导他情绪变化很快，嗯，当然要看你的态度怎么样了。啊，我态度一定好啊，一定改正。报领导，嗯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啊，现在像你这种情况啊，你自己说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又不受罚款了，我，哦，面壁思过了啊，痛改前非，面壁思过啊。包领导，嗯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，你面壁思过15分钟，15分钟之内不许转头，不许转头，看什么看？这个女的我们还是要带回局里面。这个林小姐，不许转头，快走。林小姐，你自己保重啊。是肯定死定了！哎呀，你爸要被打假打掉的呀！我们不叫打假。哎呀，我得救他们！进去。这是警察来了，你们先别出来的。欢迎光临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再见。阿发。啊。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觉得我对不住你。是不是你说我神经病那个？你跟我道过歉了，你。不是的。你们保安处那个电话。是我们打的。那你打的？你打的对，你打的对。为什么？我其实做那工作，就是因为想认识你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我爸爸让我把你介绍给他，我怕你把我当成小神经病，不肯。所以爸爸就当保安人员了。过去的事情你还提什么啊？阿斌，
么事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，小宝。谢谢阿姨，再见。海清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别送了，先进去了。哎，阿青，我再送送你。你还送什么？我这都到了。我贩卖黄色录像，我坐过牢，我骗过别人的钱，你以为我的钱都是干净的吗？可是，一旦我有了钱，别人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以为你的贞操值多少钱？你如果没有钱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你连你妈妈都养活不起，你还谈什么尊严？你有今天的尊严，你有现在的生活，还不是因为我张子强有钱？行，你今天不去可以。但你要想明白了，你以后怎么生活，还有你那个妈。这个王八蛋怎么还不死心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看来啊，我得想一个断根的办法，免得他老缠着你不放。你会怎么样的？你不是要去杭州吗？你可不可以尽快想办法知道范地的名字还有房间的号码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去救你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好好教训他。不过你这回千万不要再充当警察了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到一个更加安全更聪明的办法。爸爸，你想出来了吧？我说喝你的珍珠奶茶。阿芳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还错把你当成坏人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不是变成好人了吗？爸爸，今天阿姨。进一批货，到外地待两天，可能要星期一才回来啊。进货还要亲自去啊？你下面人都干什么吃的？这批货很重要嘛，又是第一次进，所以我不放心。去哪进货呀？完源啊，北京。北京？好啊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正好我没去过北京呢，咱们呢好好的玩玩啊。最近很忙啊，没有时间陪。一路上辛苦啊！啊，几个房间，是这里的总经理专门为我留啊。来，老板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美呀？嗯。哦，这个杭州天气很热啊。林小姐，你要不要先洗个澡啊？不用了，我不热。那我先洗。凉快凉快啊！哎，丁总，什么事情啊？你是不是只开了一间房？这个一间房就两个床了嘛。我想一个人住一间房。这个，这里饭店房间很紧张，现在可能都没有房间。那好，我只能换一家饭店了。林小姐。我们一起出来玩，住两个饭店都不方便啊！啊，这样子，我先洗澡，洗完澡我们再商量啊。你先休息一下吧，啊。
小姐，这水果是我们饭店总经理送给丁先生的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嗯，再见，再见。小贱人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了？没见过我？嗯，那好，我今天就让你见见我。哎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从来没见过你。那好，我让你认识认识。哎，你别胡来啊！我告诉你，小贱人，我这把剪刀可不是橡皮做的。你是不是要钱呢？那有钱的，你自己拿。钱啊！我不要钱，我要的是人。人？我们俩都是女人呢，你要什么人呢？哪去了？啊？啊！洗手间有一个男的，在洗手间。在那儿？啊。那好，你叫他。叫呀，小贱人。丁先生。啊！哎，小姐，不要急啊，我立刻就来了啊。林小姐，不来了。丁大忠，是你吗？是你。好你个丁大忠，你又欺骗我，跟那个小婊子在一块儿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我要把你剪掉，让你永远也不能乱搞。你把剪刀放下来，有话好讲啊！你剪掉你再讲吧，丁大忠。老婆，老婆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又再也不敢了。你要是想活命的话，就帮我把他捆起来。哦，好啊。可是我没有绳子啊。我包里有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是什么？我说欢迎光临。好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咖啡厅在？那边转弯过去就是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爸爸。哎，是这里吗？没错，应该是这里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丁大忠，怎么样？被你喜欢的人绑起来舒服吗？啊？这也太不像话了。丁太太，你这么做会坐牢的。我看你让丁总认个错，别绑了吧。别绑了，把他放了，去跟你胡搞啊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快绑吧。老婆，不要啊，老婆。老婆，不许接，坐着。奇怪，没有人接电话哎。不行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哎，爸爸，这是我，爸爸。快走！哎，怎么办？快点！你说你何苦呢？啊！就这么点事儿，你就过不去？啊，不要，老婆，我一辈子给你做牛做马，你现在求我了，做牛做马了啊！一辈子。好啊，快，上去，快点！哎，上不上？啊，不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点！不，不对吧？哎，过来，在这里，快点！等一下。忠忠啊，对不起了。